华为10号发布的三折叠屏智能手机 Mate XT 非凡大师，定位超高端，起售价接近20000元人民币，而预订人数由发布前的300万快速上升至超过400万人。公司高管形容，手机是全球最大和最薄的折叠屏，也是全球首个三折叠屏手机。手机发布之后，迅速在各大社交媒体冲上热搜榜首。